我已经不是孙老板的女朋友了，我目前的身份仅是天霄楼的公关经理，以及这场粉丝见面会的主持人，请多多指教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哪里？这边，这边。怎么会这样？他们分手了，是，这八成是两人协议转为地下恋情。这个一定要搞什么假动作？师傅。 你的位置在这边，坐吧。那你，哎呀，你要主持啊，对不起，忘了。谢谢祖安，谢谢祖安啊，谢谢，谢谢，真好，真好。祖安，你要知道我的身高体重。喂喂喂喂喂，祖安，加油！会的，那我上台了。好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哇，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啊。 老板，那个这个戒指好像跟西装不太搭呀啊！那就让这个西装来搭这个戒指。我不想拿下来。好，走吧。嗯。待会就是粉丝见面会。另外呢，你上次交代那个食魂内容，我们已经请人校稿过了。哎，不要忘了今天晚上要跟天香楼的主管参叙。还有呢？ 小板，欢迎回来。阿强啊，你最近的情绪起伏真的太大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我已经决定了。啊，不要不要不要再陪我去趴车了，拜托了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决定，让你加薪。哦，老板真的很烦呢。 同样的孙无敌三个字，几个月前和几个月后，这三个字的诠释意义变得截然不同。要不是因为我，天下楼会有今天的局面。羞耻！就要去提高的，只有噱头没有实力真相。这什么东西呀？我谁呀？我孙无敌嘞！宽容得到的明星，我宁可不要。还是不相信任何人。请你立刻离开天香楼。真的是，麻烦你带走。 就是一个怪，你应该得到的是。因为你是孙无敌，我们才打你。这以为我们不能没有你啊！看看现在到底是谁不能没有谁。我不能离开你。截然不同的我，终于回到这个位置，让你看见我再一次做到了我说过的，我会回来的。各位支持无敌的朋友们，久等了，让我们欢迎最让我们想念的孙无敌。 鸟与醉，色香味充满世界。同乡情，永不分离，爱的料理不变换。剪一个，生美满，没事约会爱弥漫，没事约会爱弥漫，没事约会爱弥漫。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。 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挂念的事情。我相信今天大家会来到这个地方，也是因为你们挂念孙无敌出现在电视里的身影。而我今天会再一次站在这个台上，也是因为我挂念你们挂念着我。所以，孙无敌回来了。
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天，所有对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人，今天几乎都出席了。在这里，我要感谢一个人，是他让我有力量重新站起来。这个人就是我爸爸，也就是天香楼料理的创办人。孙义群，爸爸对料理的坚持，还有对我的爱，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，重新再一次站起来。我身后这本食谱，就是我爸孙义群的毕生心血，也是天香楼料理美味的秘密。所以，我孙无敌要提醒大家，最美味的料理。不是山珍海味，而是每一天你回到家，都会有热腾腾的食物，还有爱你的人在等着你。一群，你看到成长后的无敌了吗？跟当年的你真是一模一样，一样的成熟有智慧。就像广记的三宝饭，就是这样征服了我的胃。什么是广记三宝饭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我们广记吃我们的招牌三宝饭，那叉烧香，油这里啊，超绵鸡翅，啊，质量保证啊。再来还有一个，在我的生命里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的一个女生。吴三宝，你有在现场吗？请你，可不可以站在我看得到你的地方？三宝，哎呦，娘娘在干什么啦？平常爱出头的要命，现在装什么避暑啦？喂喂喂，发疯，这边啦，发疯。哎，你要是再害羞的话，我就要抱住你。这个女生，就是这段时间对我孙无敌最重要的人，也就是我的女朋友吴三宝。她可能在人海中不是那么的起眼，可是要是没有她，今天的孙无敌可能还不知道躺在哪一个街头吃着剩饭剩菜。所以她不只是我的女朋友，它更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